对啊，拍啊，你看拍，不要动手哦。另外一个刀，你看，你看，你没有资格来我的家。骗钱可以啊，没有弄，我欠钱啦，你这边不是啦。哦，你下了指是假的，你去找，你去，你要去找，你我不会怕死老板，你可以来找他，我跟你讲。阿哥就是血汗老板，拍个屁呀！你不用打，你不要动手啊！打！打！这个就不是债主，你们叫我根本就不是老板，你拍什么鬼？啊！骂多一点！你们这些收拾公司，我知道你们，我以前也是，我们也是这个收拾公司。哎呦喂哟！来来，哎呦喂！我们是老板，你可以收。我们本身不是老板。你要不要看？你不要地址，不要讲。看阿川，你去哪里？你去哪里？下桥。哎呀，这么大声啊！你去那边找。这里是老板，他的名字你就可以去查。哎，他们出来没有带 mask 啊？放屁呀！你们这些，养着一箱。嘿，我养你，养着一箱。熊哦，刚才又蹦出啊！又怎样？骗人家的钱呢？骗人家的钱呢？骗人家的钱呢？骗人家的钱什么？你去跟老板追啊！老板是谁？我哪里知道？我们在这个纸，这个纸哦，你连老板是谁都不懂啊！你把我讲这种，哪里知道老板去哪里了？哎呦喂！哎，以前人家做工的东西，你去做工了？阿哥写什么？阿哥写什么？Director， 他是 Director， 这是什么？像你们是放屁的啦，他是 Director， 讲洋话咯，讲话的。哎呦，白纸黑字假的，哎呦，拍到继续拍，我在等。啊，动粗啊，推人啊，骂粗话。有拍到。对啊，你看这种人，店大就出二来 accuse 我是这间公司的。不是 accuse， 我们有 proof。你这个 proof 要命啊！骗工钱啊，骗工钱。我们有这样的本事，这样大的骗工钱，哎呦！我们有这样的本事去拆这样大的公司啊，你们懂不懂？哎呦！哎呀！你们来的都已经发了，还没有过人都发了，都没有打回来，哎呦！算不算是你有没有证据啊？正式的资料这样讲话？哎呦喂！不行啊，底下我们给你们。对，你们这些收拾公司啊，我知道，我以前也是在年轻在收拾公司做工的，一点点资料少看那些，有点关系你们都来的，根本都不是老板。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。